今天我妈做的手工面，你看，哇，手擀面，这个应该是。哎，爷爷，看一下我，照一下我，照一下我，看我的面是。你的面是什么？我们两个是什么组合？我们两个虽然是一样的面，不过也有鸡蛋，不过面都是你的面是辣的，我的面是不辣的。这是什么？就这边还能吃到手工做的擀面，不容易。我觉得这是胡草啊，这不是一个湖吗？人工湖吗？是不？别抠的，你让这个再秀了。开始吧，开始。对，你可以问我问题。月妈妈，你今天为什么这么丑啊？我丑吗？嗯。我哪里丑了？你今天怎么没化妆呀？我今天下来的太着急了，就没化吗？本来也没想着出来，就是打算陪你骑个自行车就下来了吗？哦，原来是这样呀。